来中国第一次吃汤圆。今天元宵节，快回家煮汤圆去。啊？元宵？汤圆？老板有汤圆吗？老外当然有啊，买汤圆，买汤圆，又不是叫汤圆，是圆又圆。给我来一份试试。老外，汤圆 X 六啊。哇，口感这么神奇，真是人外有人，甜外有甜，哇！南方啊，吃汤圆，北方吃炸元宵。妈妈咪哟，好香哦！嘿嘿嘿。平时吧，在中国啊，想怎么吃就怎么吃，哎。哦。你还知道那些奇奇怪怪的吃法吗？在中国，小不胖，有一点难哦。